在这周围找了一圈，还是这里最合适。那还用说？人家一眼就相中这儿了。300多米，正好在楼中间，怕是没把握。曹营长，这么远，天又这么黑，要是没有把握的话，还是不要打了。要是一枪打不死中医的话，这么好的狙击点就废了。 曹先生，要是你有一枪毙命的把握，咱们就白天再找个时间，那样事先会更好一些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明天我想办法帮曹先生验证一下枪法。将军。 这条小径离中华大戏院刚好是400米，这一带要求安排军人，而且要多，3人一组。每个小组有一名特高课太太，我要求一只老鼠也不许从这里出去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各个小组筑起了施密家里，隐蔽起来。重兵还是要放在大戏院门前50米开外的范围内，一定要安排特高课的精锐，特别是要提防。 卡车突然冲过来袭击，意味着是武装刺杀常见的。嗨，中华大戏院门前街道两端我已经安排了装甲车，只要卡车在这里一出现，装甲车立刻两边堵上。来个瓮中捉鳖，我现在倒是担心那个齐大姑，她不会来了。一定会来的。属下不明白，刺客和猎手之间不光是斗智斗勇，还要斗气。 出色的刺客，只有在圈套之内完成刺杀，才显得技高一筹。将军，这是高见。上级已经同意了咱们的方案，只要我们有序地进行阻击和撤退，是可行的。这是我勘察过地形后画的详细地图。我们地下党行动人员由30个人左右来配合您。 我们侦察排了同志，也分别渗透到天津了，共有30人。是啊，足够勇了。那好，咱们从现在开始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的研究，要尽量减少伤亡，因为锄奸队是咱天津地下党的精华。好的。我准备一个楼一个楼的去分析。嗯。曹先生。 放了3顶帽子，距离都是20米。你打最右边那个，不错呀，曹先生。再高一点，打中间那个。 根据地那边还好吧？同志们都还好吧？哎，都好，都好。哎呦，小李来了！哟，老师，您回来了！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坐。啊，哎，这次我来这边主要是给我们那边采购点小五金，顺便来看看老师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哎，司令员好吧？最近特别好。最近我们有迫击炮8个鬼子。
就是跟我们走。爸爸明天就要去杀猪野了。没想到共产党他们那边会帮助我。等明天杀了中野，我就送你去根据地。你会喜欢那儿的，我亲眼见过。街上已经没有一个军人了。昨天晚上半夜，我已经让他们都进入市民家里了。很好，今天是大会的第一天，通常刺客都是在最后一天才出现，那是为了麻痹猎人才下手。但我要求你们每一天、每一小时、每一分钟都不能松懈。吓死！听到没有？嘿，去吧。嘿，等等，这边。你看多好的钓儿啊，都不用培训。慢走。别看了，快进去。放你们一天假，顺便去当观音号，把这张汇票给我兑了。等完事了以后呢，坐黄包车回家，别把钱丢了。坐啥黄包车？我不也放假了吗？我开着车就带我娘去了。闭嘴！少爷不出门能随便开着车出去吗？不说了吗？坐黄包车回来。是黄包车。瞧这，少爷，那个，您没别的事儿了吧？没有，瞎想什么呀？去吧，好好转转。行。有事也没出去转。娘。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应该做好准备。それでは拍手においてお迎えしましょう。金丸兵士、どうぞ前に出てきてください。
曹先生，你开枪之后，我们万箭齐发。离约定时间还差一分钟。准确的时候还有70秒。我说的是我们连长的手表，昨天对的时候比你的快10秒钟。看得很清楚，别说300米，500米一枪毙命。现在冲过去。是。师姐。冲！冲！冲！张连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听到枪声，我就跑过来了。
成了吗？我老爷无奈地告诉谭丽萍，失手是因为瞄准器上出现的那只虫子。组织的好严密啊，将军，怎么办？又死了好多帝国的勇士。给我封锁各个路口，我要血洗天津。这下你痛快了吧？李厂长为了你牺牲了，为了让你报仇，我们调动了天津的八路军和地下党。典礼从来就没有防御这两个字。去吧。嗨。现在是有火没出发。队长，杜松明摆着把你当靶子，引诱七大姑出现吧。战争就是这么残酷，更何况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。我未婚夫也是天津地下党领导，就在新一出事的前两天被鬼子的山炮击中牺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
是你帮着鬼子提高了山炮的射程。当时我也不知道，我是为山炮厂修理机器，让鬼子提高了射程。对不起你先生啊。我们共产党人不需要什么补偿，我们从容地面对死亡，就是想唤起千千万万的人民站起来斗争，这样我们才能死得其所。你们共产党死了不少人吧？从我参加革命开始，哎，行了，给我，幸亏我们娘俩呀，我护着我娘，我还把她给挡住了。行了，没有跟你说，你抱她腰，好，副总，你们休息去吧，休息啊。副总，我们说会儿话，你们先下去吧。说你真凶，你不是抱住她腰啊？踹什么？我这不踹她来着吗？我这把她腰抱住，她能踹你？踹什么呀？千万别上中野的当，他的目的是要你死。中野这是急眼了，急眼了，漏洞就越多，机会也就越多。你还想怎么样？别再跟他纠缠了，带着心仪走吧。
我再想想。那就这么走了，我还真不甘心。就算杀不了中野，也得把杜松给杀了。他害多少人呢？我差点让他害成瘸子。你怎么那么轴啊？行行行行行，走走走走走。说定了，我这就去给你收拾东西，马上去吧，去吧。这就要走啊？大哥，你有太多事瞒着我，还有马姐，你也挺不够意思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不是我们军统的人拼死相救，你们共产党还不知道得死多少人呢。你们知道小岛来天津这事有多大吗？啊，盟军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专门派特工来中国，那就是对付小岛的。这不是说你们为我们军统或者八路军做点枪支炮弹这么简单的小事。你要是真破坏了小岛的计划，那将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哼，哎呀，你们俩一个比一个能说呀。你不信我？你不信我，我可以给你看我们委员长的手谕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就说军统让我干什么吧。我们需要小岛的图纸。我明天给你。不行，马上走。将心比心，这个忙我不能不帮啊。哎，我哪有心情看材料啊？现在我已经来车来接了。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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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去趟厂子。中野君又怎么了？夏子，今天请你过来就是希望你哄哄曹华林。中野这个混蛋拿着刺刀在他家里大闹，曹爽心情一定不好。
给我了。还是你理解我的苦心。哎，爷，这边，这边坐。哎，等着吧，这倒霉蛋活不了几天。敢打赌吗？不出三天，他准死。行啊，一盒美丽牌香烟。行啊，赌就赌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曹嫂，喝茶。这么晚了，曹先生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大哥不是跟小岛喝酒去了，就是去唱戏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喝酒唱戏啊？哎，你看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啊？哪儿啊？就在那个门边上，有一个穿日本军服的。哟，还真有一个。该不会……来不及了，大哥随时都会回来。好吧，你们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慢点，曹桑。さようなら。さようなら。没伤的骨头也是枪伤，子弹穿过去了，他怎么会是一般的事儿呢？
一点外伤不至于的。曹丧，我是担心你。没事儿。你怎么老是出事儿？我又不愿意出事儿啊。我老爷担心，因为当时走得匆忙，图纸被他顺手放进了抽屉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是杜松借机搜查家里，看到图纸可怎么办？不行。 得想办法通知谭丽萍或是金梅。砰！啪！胆小鬼，缩头鬼，怕了吧？今天要是没有人帮你，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。还有你。 杜松，你把老子当什么了？老子是谁呀？你拿我当靶子？老子是谁呀？你拿老子当靶子？啊！老子是谁呀？ 这家伙这是怎么了？就他那造型，别是挨踢了吧？看什么看？哎，滚！走，给我滚！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您冷静啊，太君！哎，走，给我滚！滚！老子是谁啊？帝国军人，少。